咱俩不能拉起走吧？啊，我不跟你俩拉起走。为啥呀？不对，为啥不跟我一起走啊？不好。咋的？不咋的？咋的也不好。是觉得我把你显矮了是不？对呀、啊，行了，你看何曼，呀，他几个孩子？他不是哈？他俩孩子。俩孩子。那啥子姐，这几个都是、啊、这是我兄，这是我兄弟，这是我兄弟，这是我兄媳妇儿啊，都过来把我啊那啊那，他们都对我可那啥了，老么惦记我。这一会儿大哥瞅着大哥不得紧张，这些人我给打电话啊，没事，一会儿我们上外面、啊。紧张啥呀？等到大岁数还紧张呢啥？我告诉你大哥，一会儿进院的时候，快步在前走，跟着你行吗？咱上门口看看，来看看吧，上门口看看。成老了，离远瞅，啊？穿个衣服那就是大姐，离老远瞅你说咋样？啊，离老远瞅，离老远瞅，等我家伙看看吧。是咋样？你瞅瞅，现在咱个头似的般配。个头挺般配的。这回是不是我非靠近你走了？嗯，不走，不走，走，我靠你。哎呀，瞅着了。这是沙江天气特别好，咋样？大姐，哎哎，来了，陈老，哎，这样，齐占江啊，于凤英，那怎么？这屋是这个是吧？啊，那这是院吗？啊，对对，走吧，这个院就是大姐家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那是我兄弟，那是我亲弟弟吗？啊，亲弟弟啊，好好好，是来给把把关，对我挺那啥的。完，我寻思昨晚给他打电话告诉他，好，来的，走吧，大姐，我走。啊，咋了，大哥？你怎么这是高兴啊？你笑啥？高兴啊！高兴啊！于大姐的家人很重视这次相亲，而齐大哥呢，还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的，这还没进屋呢，就有了这个提议。走吧，吃饭去吧。你走，你走，吃饭去吧。你到屋里去，到了到了进屋。上哪吃饭去？先别吃饭去。上店里吃饭去。走。上哪吃饭去？上店里。为啥要吃饭去啊？吃饭。吃啥饭呢，先生？为啥要吃饭去？走走走走。你先走吧。来，走走走走走啊。哪走，我吃饭去吧。在哪去？我搁那义城县。他哪能耽误吃饭？这个他是不是没吃饭呢？他家呀。你问你那个离哪儿？离鹿乡近啊，还是离那个？离鹿乡16公里，12里地。几个孩子？就俩闺女。那您种多少地呀、啊？种一场半地。啊，家里还有副业。现在我那时候今年干了。就留4个拉姆猪，我现在就4个拉姆猪吧，育肥。那你今天这紫猪下崽就贵了，老伴老伴走几？20多年了。20多年一直自己这么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办了。有的到这嘎得病的，到这不是他搁这嘎得的。几次了？5、6个了。该几就几个，该一就一，该二就二，5、6个了。你贵姓？姓齐呀、啊。那个设备呀、啊，都是走吧，吃饭走，别唠了，吃饭。你饿了，大哥，你怎么就想着吃饭？吃饭，哎呦，我咱吃点饭。这个说亲戚是我姑家的，我大姐。对呀、啊。进到屋里以后，于大姐和齐大哥是一句话都没说上啊。也许这样的见面让齐大哥觉得不太舒服，他又提出了吃饭去这个想法，这让于大姐有些糊涂了。